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欢迎继续关注我。怎么一开始就开始说告别仪式了呢？好吧，直接开箱吧。这是不是因为箱子有点瘪了？但是看这个箱子有打孔，应该是活的。嗯，六个面，有洞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最近感觉已经没有活的了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客户或者不对，我那个上朋友他老给我发货，反正我们钱是单独算，对。没跑了。这啥？我的妈呀！这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看着像一只鞋的，但是哟，哇，是什么东西？是蝎子眼，哇，好棒，哈哈。所以我们先一只只把它们加起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它居然混养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鞋子？它不下来啊！来来，你整块下来，来，跟吃棉花糖似的。看它很喜欢棉花糖，先盖里边，我们先看一下死活，好不好？进来，听话。两只。这里都是报纸了。完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这是有一个小伙伴，他家现在生孩子了，给我的这个包裹我很疑惑哈，所以我应该把这些清理几个，拿沙子养，我也不知道拿野土还是沙子啊。你尽量私聊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好知道他拿沙子还是野土。野土吧，野土吧，反正就这一只嘛。听话，其实他很不开心啊。你身上都用这个别动，哎，这个白色的这个毛，哎，起来，好的，还挺好看的。这什么品种啊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哎，这个盖子对不上，尴尬了。非常感谢啊，我们要再谢谢一下他。就放着吧，他不会跑出去的吧？我希望我不要立 flag。因为看着镊子就感觉这个人我应该是，哎呦天哪，你是不是缠住了你？听话，我轻点，哎呦，等一下腿又掉了，你下得去吗你？亲，
哎呀，好的。这个是用沙子养还是液土养我忘了，所以说先放里面放着吧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我的以色列金蝎到了呢，不是，看来那就没关系了，不关我的事。因为看那个箱子的程度，我以为是一组呢，尤其是看这包装，感觉是活的，但是不知道是啥，没想到是这一对小蝎子。非常感谢啊，应该没了吧，就再有就要死里边，我就懵逼了，因为这个它的主人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，我压根就忘记了，好吗？忘却了，把这椰土弄回来，浪费了，不然，毕竟椰土可是老子花钱买的呀。东西先扔这儿吧，还是很乱啊。然后有人应该知道我这蜈蚣跑了，然后但他们不知道是哪只，然后我又做了两个躲避，这个躲避真的，这躲避真的，这个高矮适中，它比别的矮，但是它比别的宽啊，看着舒服，而且它比较圆好看，对吧？印的当时这个刻的有点这个曲里拐弯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救活了。这个应该是昨天弄的，它有点歪，能看出来吧？不过够了。搁在这是为了晒一晒，因为它里面你也知道，很多椰子，他们说他们自己做椰子壳容易发霉，是因为这里的椰肉没有抛出干净。抛出之后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暴晒。当然了，你们可能没有工具，所以说你们还是别做了，是吧？然后我的南瓜都没有喂过食，现在也没什么可喂的，现在喂了它也不吃，是吧？啊，然后我的白剑应该是喂过了，然后这三个是盒子，对。像这只它在这织了个网，这是 C8， 对，八步。啊，这是一只，哎，我的这个它不出面，不理它们了。然后每天要挑一挑虫子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因为这一期视频是一个 UP 主他送的，对。非常感谢啊，非常谢谢，好了。这期视频那就结束了吧，不用看了，好不好？退出吧，全扣着吧。然后这椰壳，包邮不了啊，但是可以卖便宜点，无所谓了，是吧？你要是打包买的话，像这种1000克的椰土打包好的，至十还是不卖了吧？都给你卖包装好的土，像那下面都是土，那里面还有土。嗯，是的。然后像镊子什么的。哎，算了吧，太麻烦了，最近事情好多呀。我蜈蚣跑了一只，好不开心啊！不知道是越剧还是我的这个红，这个叫什么多吉，不知道他们是谁跑了。然后那家买的马路感觉是有毛病的，对，一天死一个，你看。现在还剩多少只？应该有6只吧，看。下面有一只马路，我以为很大，它这马路有点小。那好的，这期视频就拜拜了，大家再见啊！这里是笑笑，喜欢的点个关注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掉了，拜拜，有你们真好，再见。有人说我这个有你们真好没有以前的温柔了，其实不是的，而是因为太累了，嗓子疼，好吧，拜拜。再见，还想让我说什么？结束就结束了呗，是吧？哼，再见，然后马上就端午节了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，或者说已经到端午节了，因为你们看到的视频都是一星期前拍的吧？这支视频之前，我现在还有十几个视频没有发表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想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没准端午节都过完了，而我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4-5天的时间，对。